今天等小肉拍摄结束，准备带他去一家新开的密室玩。于是我们来到了优米 Play 沉浸式密室，这家的装修还是很工业风的。完前讲解中，插入磁盘开始进场。玩了90分钟，终于结束了。最后店员小姐姐还可以帮忙拍照。886